打击率也高达了4.29%。在之前呢，有过两场呢，这苏伟达是单场3安打。就这回打了一个反方向的高飞球，蛮深远，不好接哦，扑过去没有接到，要掉分了，掉两分。这个球实在打得太深远了，垒上两个跑者，现在相继要回来第二个吗？球没有接到 ，safe。哇，掉两分，然后又乘船来到3垒。哇，打一个反方向，加上可能有点顺风，这个球越飞越远了、啊，最后是形成了一个2分打点的2垒安打。左外手柯景汉也可以说拼了啦，哦，不过他也守得比较靠中外野，对对对，没想到他居然反打在边了，而且风又大，这个整个的一个带的距离又带得更远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金价高怕、嗯，这个球是 有不好打，有点被他切到、对啊，而且是这么低的捞起来，就越飞越远，然后左外野手因为布阵的关系，最后飞出去，哇，就差一点点一点儿啊！我那个位置也够刁钻，你看飞多远、啊。哦哟、接下来呢，事实上他也很快的做一个转传，哇、这个转传也蛮漂亮的，还有一点点机会，对，还有一点点机会。而且捕手。